各位岛民，接下来是心意最终确定时间，请确定自己心意的岛民带上砝码前往天平处表达自己的心意。等我消息啊。请胡卫前往时钟区查看表白邀约。拜拜啊，姐妹们，加油！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很多事情会因为怕而不敢做，但这次为了自己勇敢了一次。当下很紧张，我一直冒冷汗，我脚一直在抖，就是很紧张，我真的很紧张。怎么穿那么好看？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东西？不要问了，走。所以你能来这里是你选我是吗？对啊。OK。那你有带砝码吗？你掂掂看。啊？应该是有吧。我的名字。好。首先，我先送你个小礼物。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四天了，一个项链。嗯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但我觉得很适合你的气质。谢谢，喜欢。你要戴看吗？好。你知道我手到现在还在抖，你知道吗？很紧张，我冒很多汗。I miss you, you don't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. 怕我不来？也有可能。好。我真的蛮紧张的，我手还在抖。好。
Just let me show you, you're not alone anymore. My love for you stay the same. You can take my hand and say I believe in you. You're not alone anymore. I always be there. Huh?然后还有什么？天哪，就是我觉得在这座岛上大家的相遇其实蛮不容易，然后我跟你算是某些因缘巧合下有很多的沟通跟交流，然后发现你跟我想象中差很多，反差感很大。我觉得你是我在这座岛上最坚定的选择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Stay lost here with me. We don't have to say anything. Just let ourselves get lost. 我觉得楠楠是我的理想型，是吧？你要水吗？太痛了，太痛了。在我的目光里，我眼里只有我觉得我们没有默契，毕竟还没跟你约会过，给个机会吧。那可以把爱心的给我，其他形状给别人。我跟楠楠蛮有默契，可能价值观比较像。完了，就是完了。我是鸟爸爸，他是鸟妈妈。如果你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的话，你可以把砝码放到这上面。快吗？快不快？有点太快了。爱会让我们变得完整吗？就你喽，你系上了。哦，这这这这。你要手。你怎么会搞这个？叫那个去岛外休息一下，努力一下。选的话，我在想还是我跟孟佳一个。那你要帮我让给谁啊？爱也会让我们变得完整。我很紧张哎。好了，走吧。黑白般配，让我们欢迎这对新人。我真的蛮紧张的，我脚还在抖。你真的，你手在抖？我真的蛮紧张的。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要表白吗？就是会害羞啊，就是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时刻。Oh my god！我要哭了。江子很紧张。他手心里面全是冷汗，可能面对镜头他没有把他全部的话都说出来哈。如果要说出来的话真的很肉麻。所以怎么样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天吗？
是吗？你很直接啊。你都那么快了，我当然要直接了。所以是啊啊，一天啊，一天没听到算了哦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！哇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哇，好多脸！三二一，来，你这上面还有个位。你脸那么小，别往后跑。哎呀，哇！终于努力有结果了，跟喜欢女生在一起。三二一，爆油他们，爆油。这12天里面学到的地方就是，可能更勇敢的人会更早的获得幸福。很开心，我的中国好室友。哇，你们的。在脱离电子产品的整个旅程里面，我们的心紧紧相靠。我们所有人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愉快，然后又是一种 happy ending 的结果下结束的。我们拖行李走，欢迎你。你这也太轻了。我壮丁呢？我选你壮丁。你看我爱心。新婚了。势均力敌的我们收官大结局啦！7月17日超长花絮，7月18日收官特别企划岛民 reaction 大结局，7月19日 CP 生活 vlog SVIP 会员抢先一天看，输光狗粮吃到撑，周日还有未播花絮，不要错过哟！上微博参与势均力敌的我们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观后感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We'll be right back.